妈咪的男朋友。阿姨，反正第一集都顺了，不会差的那个了，对啊。而且大家好像慢慢都熟悉了。对。我来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你去那边搜了。哎，那我有。我看看他们。请上过来。换你了，换你了，对，对，那接下来要又要上岗，要上岗，没有，那个紧张的心情，紧张哦啊，当然紧张跟兴奋都有，然后当然就是他们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就有，大姐是大姐就有特别的，就是鼓励跟那个交代一下，就是体力要维持好，对对对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屏幕的状态。你要想，我们有三个人哦，所以是分。对，我们三个人参加，你一个人啊？我也还其他人。在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演，我独角戏。还有其他的啦，我知道还有其他的。好，那我们双方可以自己出席，也可以这个大发，豪华走走看。然后你们三个要不要玩一下妈咪男朋友的游戏？好，你们玩游戏啊？什么游戏？就是因为哇哦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这个所得到的相关讯息，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借机征服，为大家觉得是好白的，还有两个刚好今天不来的讲解，所以他们已经准备出现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因为这个信息是借机征服，所以呢。他今天可是救我，没有，他今天可是救我。马上结束。商量这件事，不是你想去借到这个，不用让他知道没关系。我想借布莱德的车，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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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待会就帮你拿回来。哎呀，小心你想借谁？我想借豆豆先生呢。天哪，就不是在这里，你都是很可爱，他很有爱心，然后长得又很有笑点。好的，跟你的如果在配合完，那你好，好棒哦。好吧。对。还蛮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天哪，你不会看很久？他很紧张。害羞。那么认真在选。他在想说，如果没有选 Darren 的话，怎么杀青？那这两个应该都可以了。好，就是谢谢谢谢大家。那心腹当中除了大姐帮选的之外，他只选到了心腹当中的小。有了有了，他的表情就说有了。大姐说有就有了。好，那妈咪呢，在西还没正式上榜之前，你还是可以乱选，你想要选谁？其实我跟李豪跟小兵都有合作过，所以我对他们的就是比较清楚。对，没有我说人，我说人，我说人，个性。但是其他的，我相信他们每个都有每个棒的优点，所以真的非常难选。倒不是那么多了，但我还是要是我真的选择的话，我也想要选择，比如说别人的话，那个谁啊，奥巴马的牙齿变得很漂亮，然后或者是那个裘德洛。就幻想嘛，就想说，如果不是那个实际层面的话，我就会幻想那个。但如果真的实际层面的话，我没有办法，就是真的去接的。好了，星期将会在这样的话题当中，然后铺成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。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华巴四大美人的喜剧感觉的出来，这个要星期交接前哦，大家感谢也很好。然后最后就大家旁边的朋友的热情的掌声来一下好不好？希望。